就是从这个食材里面吃到的啦，但是现在市场上呢有不同。
经帮你们提升了人体可以让人体吸收的姜黄素。是，那么刚刚听老师说，其实如果我们单单只是吃姜，其实吸收是不好的，那这也可以看得到，单独使用这个姜黄素的时候，人体不容易吸收，吸收率只有100%，真的是浪费钱的哈。如果你是姜吃的话，所以它胶囊素呢，胶囊的形态的话，可以增强我们这个吸收的配方，是吗？对对对，那你看它的第一个呢，它就是有配合卵磷脂 ，OK， 卵磷脂呢，其实在食物中呢，哪一些食物有卵磷脂呢？比如说大豆类，还有鸡蛋，蛋黄就是卵磷脂啦。所以意思说呢，如果你们真的是要只是纯粹吃这个姜黄粉的话呢，你一定要配合蛋黄一起吃。又或者是胡椒，不要只吸收胡椒，对胡椒。手机尾号7715的观众朋友说，前期的工作人员辛苦了，你们是我们国家的英雄。那如果呢这一段时间您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前线人员说的话呢，一样可以把你的这个信息或者是你要传达的这些 message 都传送到我们活力热线了。对了，那么明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探讨的一个课题，就是在这个疫情的时间，很多人就是要去买很多蔬菜，对不对？买一堆，然后吃不完就把它放在这个冰箱。哎，其实你说好还是不好？感觉好像那个菜应该会变质吧。明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，到底这个菜太多了，囤在冰箱是好还是不好的。明天同样的时间，我们在回忆加油站再见面了。胜于治疗，个人卫生的照顾就是抵抗病毒入侵的第一道防线。而且手部是最容易接触到细菌和病毒的身体部位，所以一定要勤洗手。但市面上的洗手液种类繁多，哪一种最有效呢？能够有效消毒的当然就是酒精含量60%-90%的免洗洁手液。可是呢，这个不适宜那些对酒精过敏的人使用，而且当中有挥发性物质，会使皮肤变得干燥。那普通的洗手液呢，只是以表面活性剂作为主要的成分，所以只能达到去污的效果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已经稀释的
普通洗手液，就有可能滋生大量的细菌，尤其是劣质的公共洗手液。而洗碗剂就有去除油污的功效，对于消毒和杀菌的效果并不理想。也不建议使用湿纸巾，因为当中多含有防腐剂，用湿纸巾擦手之后再用手去取食物吃，会把有害物质吃到胃肠道里头，造成健康隐忧。其实你流动水加肥皂清洗双手至少15秒是最理想的清洗方式。肥皂虽然没有直接消毒杀菌的功效，但是可以彻去到相关的医院检查，齐心抗疫，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，人人有责。Made in China.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爸爸六十四》，我是小玉。那今天要跟